No eyes on me.如果你问我香格里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巴拉格宗。这里有神圣庄严的佛寺，有云雾缭绕的雪山，有环绕山腰的栈道，崎岖险峻的峡谷。斯纳丁珠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，这里的百姓善良淳朴，信仰坚定。什么是香格里拉？藏语说它是心中的日月。走过这片净土，愿你我一生无畏，只向自我妥协。今天和嘉措去了巴拉格宗，哇，那个风景真的是美的，就是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手机或者相机记录下来远远没有你肉眼看到的那种壮观恢宏。虽然说风景很美，但是我们上山的时候，那个山路是真的非常的蜿蜒和艰险，感觉它的路就这么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坐车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害怕，那个车感觉像快掉下去了。但是上去之后呢，那个景色真的是美不胜收。哇，这个维 C 精华液真的是惊艳到我了，重点是它一点都不刺激，很温和，就上脸不会有那种刺痛感。如果是敏感肌的话，可以在使用 C Plus 之前呢，先用 RS 做一个打底，让我们肌肤去增加一层保护。而且 IDS 真的很用心，独有的创新型高浓维生素 C 啊，让有效成分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皮肤，然后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，很好吸收，同时呢又可以抗氧化和抗老化，而且它的吸收性是优于市面上维 C 精华的4到8倍，真的很强。变化呢也是一天天能看到的，是一个 IDS 的 LW。 然后我们今天的护肤就结束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护肤已经完成，我要带着巴拉格宗的美进入梦乡啦，拜拜，明天见。